就是，哎，我等一下，我这没有对好焦。好啦，所以那个，哎，你是第一次筛，对不对？进入本公司第一次要面对筛子决定薪水，你有什么感觉？筛之前，你觉得上个月工作你自己觉得1到6分，你要给自己打我几觉得老分？板会一直干扰你，你赶快甩。你的念力被分散了。但第一次都要讲这些什么？没有，我每次都要讲这些，就是不要，你不要被扫了念力你上个月你觉得你自己给自己打直几分？接哦，5.5。你觉得你上个月的工作表现好，那是我来几看分？可能3到4吧。3到4哦，我们来看骰子怎么认为，对，键盘呢？是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我们骰子很公正的。哇靠，6点哦，太强了，果然是认真工作啊，对啊，优秀员工。